声请出羽毛球天王马来西亚国手李宗伟，羽毛球世界冠军赵建华，奥运冠军高凌，还有世界冠军张亚文，也是我们万圣级的这个著名球员，中国羽毛球的著名解说员。你看一指这边马上就传递给宗伟了，这个宗伟站在我身边，我们都感受到热浪啊，一阵就袭过来了。其实确实要感谢于老师能够把宗伟请到现场，于老师功不可没。但是宗伟呢，昨天为了能够跟我们万盛的球迷见面，他昨天早上6点钟就出发了，17个小时汽车飞机，然后在香港转机，因为没有合适的航班，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他来到这里只做一件事情，没有吃饭，没有睡觉，一直在给球迷签名和合影。你们说他是不是非常有大爱的球员？让我们特别的谢谢我们的世界冠军和偶像，好不好？宗伟辛苦了，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好人，然后呢你非常的累，然后还要马上去武汉参加亚锦赛。第一次来重庆万盛吗？是的。我知道你肯定还没有什么时间尝这里的食物，还要跟太多互动哈。那么你能够谈谈你参加这次活动的你的这个心情如何？其实我要感谢重庆万盛邀请我到这次来做这些活动，因为这是业余比赛吧，但是我也想推广羽毛球，想见重庆的球迷们，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到重庆，我希望明年还有机会，不是来这边做活动啊，想来这边打的重庆的比赛。刚才记者才问我，我希望今年每个人都知道有奥运会嘛，然后我觉得时间都很匆忙，然后我希望这次来到重庆，跟球迷们多多的交流吧。非常谢谢宗伟，谢谢。来，双方隔网相争，展开一场5分制的羽毛球男女混双比赛。来，宗伟，你不要迟疑。在你面前，你看看高凌和赵建华老师，特别赵建华老师已经属于更年期组了。哎，好，来，抓紧时间展开一场5分制的比赛。哦，双方还真是把外衣都脱了啊，非常认真。在那一刻突然我们已经找不到。好，双方都做好准备。来，鉴于本场比赛呢规格极高，而且呢都是奥运冠军的世界冠军级的选手参加，所以呢其他裁判员的水平不具备，就本人完全代理了。哇，这个在这山顶上的风景真好啊，第一次在这个角度看这个球。哎，距离比赛开始还有最后的55秒钟。好，大家看到这是高凌和张亚文两位女选手同赵建华和李宗伟两位男选手，他们在一起隔网进行对练，双方呢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别开生面的男女混双的羽毛球比赛。一方呢可以说叫做准更年期组，由赵建华老人和高凌赵建华组和张亚文和李宗伟啊。好，现在把球收好，准备开始。黑山谷代表队和龙鳞石海代表队，好，双方展开一场羽毛球的男女混双比赛啊。好，大家一起掌声给他们加点油，来，加油。首先由张亚文发球，比赛开始。好，发球，比分0比0。好，赵建华在后场杀球，轻放往前，哎，这球出界吗？没出界啊。哦，出界了。哦，
出去换发球啊。好，1-0，得分1-0。好，现在高凌后场杀球，连续杀第二拍，张亚文把抢在后场。哎，赵建华再放往前，好，再打后场，张亚文后场动作也非常潇洒。李宗梅把球拉到了底线，好，高凌在后场连续非常轻松的控制落点，放往前，哎，双方打进小球，哎，好，虽然你瞧瞧。赵建华坚持就差这么一步，就差一步就把面前这个女人给降服了，但那一刻这个女人的鞋带开了，赵建华就差这么一步没有成功。好，现在比分2-0，张亚文和李宗伟保持领先，龙陵石海战队现在比分领先。现在黑山谷的高凌在后场杀球，连续杀啊，这是拉底线。好，赵建华这个反拍，哦，出现失误，3-0。现在龙陵石海代表队保持着比分的领先，龙陵石海代表队张亚文发球，杀球，好的，漂亮，哦，放放前，现在比分4-0了，比赛要求暂停。鉴于啊，这边更年期组年龄较大，我们必须请援兵。而且这次呢，我们专门举行了全民健身的选拔大赛，我们专门找了两位啊，从青少年小朋友当中选出来的羽毛球的小选手，他们都做好了准备啊。我们现在请小选手赶紧紧急加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有没有现场？好，已经准备好了吗？好，这样吧，鉴于。我们救兵还没有到，那比赛继续开始啊！等会儿本裁判有权利，是不是比赛可以再加几分啊？加不加？好，加到7分啊，不是5分，加7分了。好，现在那边我们看到龙陵石海代表队李宗伟和张亚文4-0领先于黑山谷代表队，比赛继续，发球。好，刚才是高凌攻球下网5-0，哇，这边非要是要报仇雪恨呢。好，现在张亚文发球，又拉一后场，打往前，好，还是控制后场，赵建华杀球，反拍控制往前，还是打落点，好球杀中场，跳起。赵建华并没有完全发力，张亚文发球，张亚文使劲杀球，哦哦，李宗伟刚才的假动作，哎呀，好的，高凌在后场连续杀球，就是，好，这球在场上已经来回来去，好的，漂亮。太漂亮了，高凌这球准确的把球打中他面前这个男人的身体，比分变成了得两分吗？好，2-5，得两分。有本事张亚文你把球也打到赵建华这个老人身体上，得3分，好，可以得3分。好的，比赛继续，哦，球发得非常好，放往前，呼，漂亮，再得1分，现在3-5。啊，高凌和赵景豪所代表的黑山谷代表队现在奋起直追，双方比分差距只有2分。好，再放往前小球，反拍，赵景豪利用反拍把球挑到后场，还是拉底线，哦，又得1分，4-5。来，掌声给黑山谷代表队加油！当然，龙陵石海代表队也相当不错，两边都是风景秀丽的风景区啊。那么相信呢，通过我们的。好，比赛继续。通过我们的比赛呢，这个羽毛球的名将们加入，大家会对这两个地方呢印象更加深刻。好的，这是赵建华放往前赢得了先机。好，再放往前，我们看到对方反控制能力也非常强。李宗伟刚才是打一个落点，好，还是拉底线，赵建华还是控制往前落点，连续的放往前，还是靠短球。好的，
杀不了。好，赵建华好的双倍球在场上已经打了20多个回合，放往前，哇哦，5-5，5-5，场上比分5-5平。现在黑石谷代表队由高凌继续来发球。老年人比较累了，可以喘一下，允许10秒钟。好，好，好，继续。最后这样，导演告诉我呢，说其他的这个我们这样，接下来呢，鉴于我们建华老师已经年过50的老翁了啊，年龄有大，我们金球四养法，一球决胜负，好吧？好，一球决定比赛胜负。比赛继续，由高凌发球。哦，哇！李宗伟关键时刻使出了杀手锏，一拍直接结束了比赛。这样呢，最终是龙林市海钓队以6-5获得这一局比赛胜利。鉴于双方第一局的比赛啊，前半局是打这个标志物，所以实际上双方战成了1-1平，握手言和，皆大欢喜，双方平分春色。好，掌声送给他们。和校长，今天呢，我们这个所有汇聚的爱心呢，已经汇聚成1800支羽毛球拍，将要捐赠给这个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羽球天王和我们万圣级的世界冠军张亚文一起上台，来为他们捐赠羽毛球器材。好，我们看到这是李宗伟，羽毛球的天王和张亚文一起呢，把象征着1800支羽毛球的装备器材，当然还有很多的羽毛球，洁白羽毛球呢，捐赠给我们重庆的万盛黑山前进小学。那个拍了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啊，我们想让这个世界天王和这个世界冠军对我们的小朋友们来做一句寄语，一人一句，先从宗伟这儿开始，好吧？就是对我们的未来小朋友们说句话。我希望这次来这个重庆万盛，我希望我能多多的鼓励的小朋友们，多多更多人喜欢羽毛球吧，然后我会多多的支持他们，希望他们也能出现像宗伟大哥这样厉害的羽球天王，好不好？ OK， 来，亚文，希望孩子们能有更多的孩子们能喜欢羽毛球，并且呢，我也希望看到我们万盛区还能走出未来的世界冠军。期待着更多的孩子能够喜欢羽毛球，并且期待着万盛区能够走出更多的新的世界冠军。今天的小鱼来帮我啊，做一个助手。这个游戏非常好玩，我们希望现场的观众朋友啊，拿出你们的手机来给宗伟的手机拨个电话，他在中国万盛专用啊，这个号码你们要记清楚了，因为只有一位观众最先打到这个手机上，谁最先打进来，手机号码显示在这里，你将获得由李宗伟签名的亲笔签名的球包，现场签名。好，恭喜恭喜！啊，幸运儿啊！好好好，那么有请宗伟哥呢，为你做一个亲笔签名的球包。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哈、啊，好帅，我也想要。好，那么你们合影留念一张，然后就 OK。因为当时呢，我们在重庆有一个重庆体育频道，当时也是有很多宗伟的比赛通过我们频道。好，谢谢宗伟。哇，还有拥抱啊，这个是附赠的。今天晚上睡不着了， okay. 今天晚上睡不着了，再次感谢。好，谢谢宗伟。当时我们是通过这个频道，也是播放了很多直播的宗伟的比赛，通过这个重庆体育频道，还有我们的这个直播，所以被很多的重庆的球迷所看到的，所以也是非常感谢宗伟能够来到重庆。好，我们现在先预祝宗伟在亚锦赛取得好成绩，我们也预祝宗伟在里约奥运会上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我们都期待你的传奇，好吗？再次祝贺宗伟，感谢宗伟来到现场。那最后留一句话、okay. 让宗伟跟我们现场的球迷再说一句，说几句。好，谢谢大家一路海的支持，我希望明年我会到重庆万盛来，下次再见，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好，谢谢。我也要抱抱宗伟。哇，也有福利，谢谢。好，宗伟一路平安 ，OK。